好，我们今天来到王子面店这里哦，请到当事人来说明一下昨天那个猫虐猫的事件哈、哦。那我们在这边表达哈、哦、对这件事件的不满跟抗议，但是我个人也没有原谅这种行为。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老板哈、哦、他自己讲一下哈、哦、这件事情的始末经过，然后我也代表这些动保团体。跟老板这边哈来抗议，你们不可以哈虐猫，但是我们要给他一个机会，给他说明这整件事情的始末。好，赖先生，赖老板来，请你说明。至于这个猫，原理哈，我很喜欢猫，但是这个猫是黑猫，小黑猫，很小，但是我喜欢用手去的抓。我抓来养，我意思说要养的，所以我再用手去抓，啊，用手去抓的时候，它又咬我，我就忘记说它带大力还是小力，我不知道，我就睡下去。可是你这样也把它弄死掉啊，这样不对啊。没有死掉，没有死掉，没有死掉，绝对没有死掉，有死掉我你就拿那个死的东西出来。我是希望咬到的时候。我摔下去，我说啊，系啊，我心肝了，系啊，刚才想大了了，无得，无得叮当，我就甲看讲啊，我来洗一手嘞吼，看有没有关系，有关系的时候，我看你的手对上着，有啦，就看看你啊，说话呢，对啊，哎，你话说成伊也反恐啊，你家己也反恐啊，对啊，哎，我唔知也反恐，你安尼出手就伤大力啦，无啦，我嘛唔知我伤大力，伤细力我唔知啦，但是我都安尼甲弹落去啦，但伊要甲反应就怎甲弹落去，弹落去是，我看我阿兄养小我唔知伤大力，啊，但是我就是讲啊，无要紧啦，反正我来洗一手来，看要紧无，若无要紧，我再来买两只猫，我意思是回头买来两顿来饲，因为这猫是小黑猫，但是那个猫啊。诶，尾巴是麒麟尾，是有一个圆圈，我很喜欢。啊，这么鸟嘞？啊，就是我要熟悉好了，要人抓一个鸟，都没有看到鸟啊。啊，鸟啊走一堆啊？唔知啊。啊，鸟啊有跳起无啊？啊，就是找无啊。哦。我唔知你讲，我是要安怎去讲？啊，你这爱甲大家说明啊，人讲你甲鸟啊讲个死，甲布袋提走。讲个死，我都唔照你啊，讲个死就讲唔对啊。啊！你讲一个事情的经过，就是因为你要抓伊。我要抓，我看到这些很喜欢黑猫，黑猫很喜欢。啊！你这不要讲白差咯，即马咱我当然无讲白差。咱即马网友头前会甲你攻击，讲买来你只食饭哦，你无讲实在，买来你无甲大家回事的，就安尼袂使。我认为我无认为，我唔是故意要甲人家吓死。啊！你这个吓死我甲你讲，这个代志我嘛袂。对，我甲你话无。但是安尼伤嘛唔对，你要甲大家回事的，是无？唔免，我是讲这个猫啊啦，猫安尼受伤，你安尼甲摔到，啊，大家足痛心的，你要甲大家回事的，是无？那安尼这情况，你爱回事的。对啊，你安尼唔对，你知无？我是唔对，啊，但是我是意思，我是要甲掠来饲。我若知影讲反应伤紧，我当然安尼甲弹去。好。啊，意思是讲，但。甩掉安尼意思啦，啊！我唔知，我未向嘛，无想到紧张着嘛，无想到讲会伤大力啦，伤细力啦，吼！啊，落去个时阵，我有甲看哦，我看我诶，往手要搞望看有咧震动无？我讲安尼看无要紧咧看，我唔再去洗手，先去洗手看有交会出来无？过落一点啊尔，我就讲无要紧，我紧翻头尾倒转来，抓迄个猫要抓转来饲。因为迄只猫，用心讲，我是做足大个个。啊，即卖猫啊，你讲要饲啊猫啊咧？啊，都放掠走去啊，是安那？无啦，都我翻头要掠猫，都唔知背后都去啊！你是咧？好啦，啊你安尼说明吼，我因为我嘛无看到头，无看到尾吼，啊就是你家己爱说明清楚。我甲你讲，啊就是安尼，我心肝加加即卖我足艰苦，因为我是爱心要掠只猫来饲，反倒当煞互攻击，讲我是凶手，因为我这心肝是感觉我足非常的艰苦。哦，啊你若讲为着安尼，我无意中遐。要搞安那害落，伤大力。那这我是事实讲，我跟大家吼，反正或者非常的不足，非常的失礼。哦，因为我是爱心要摕这猫来饲，唔是讲要甲迄落，那要甲讲啊，死我都用锤啊刀啊，我是安怎要甲用手去甲抓？我是惊尔呢。
好啦，安尼因为我也无伫现场吼，啊，昨嘛是拢看到网络报道安尼吼，所以，我即马吼，我代表这个动保团体吼，来关心这件代志。我希望事情吼，都甲你讲的同款吼，但是吼，我嘛爱代表这个所有爱护动物的人士吼，来甲你抗议。我嘛爱动物的。你袂当讲安尼虐待猫，吼，安尼大家吼拢无爱想要来甲你只搞官啊，安尼你了解无？我做生意。咱大家拢探听看卖，我诶人我常常讲做啥物代志吼，厝边隔壁拢毋好去伤害着啦。当然啦，人咧停车伫门口，阮太太咧共赶，我嘛讲毋好，咱互人停就好。你若毋相信，你问厝边隔壁看有影无？好啦，因为我诶人我较爱心，啊，为着有即只猫啊，我是爱心要摕来饲。为虾米我太太要甲你啊？因为迄只是乌猫，而且迄麒麟尾，古早人讲猫啊，若麒麟尾猫是足好诶猫。所以我喜欢，我要拿回来养。好啦，啊你反正即马就是，叫人员工讲我是善于享受，安尼我即马是，因为我嘛介关心这件代志吼，所以我予你一个机会，甲大家说明。啊，我带这吼，我经过你的同意吼，我等下放伫网络遐，予大家讲。啊，你嘛介有诚意，甲大家回信咧。哦，安尼予大家评评理啊。讲这个无意中哦，你甲我塞落去的时阵，吼，像咱就紧张嘛。啊，我就按个弹落去嘛。啊，弹落去，我看到是讲好好啊。嗯啊，好好是无咧叮当，但是我就。你无把猫啊放伫个布袋安尼，变单调啊。这事实无。那猫啊，这个布袋，我搁甲你证明一下。嗯。我嘛叫东区市，我嘛叫警察来讲。嗯。你来去看。嗯。吼，看是迄个猫啊，布袋啊搁伫啊。猫啊，看是我带猫啊是无，啊是带什么物件？伊咧甲我讲，问我嘛讲，我确实这个布袋是因为我自己锁匙伫咧装袂锁匙无摕着。无摕到，我才想讲啊！我要来提锁匙，不如我再放置是做大来去。我那唔免搁再常常拢袂去这里摕。是，我是安尼，啊，我就起去藏咧，我物件我藏藏咧。哦，啊，若相信吼，代志。嘿，啊，无就你像我讲话。哦。了外时阵，我讲当时是要警察要甲问我嘛，讲你若唔相信，讲我掠猫去跌跌跌跌，安尼无来去，即马来去，还袂变落个情况，你来去看，我有一个交代。啊，有找到无？啊。警察有回来找无？有啦，警察来找啦。好啦，我即马就是予你一个机会吼，搁请你搁一届吼，甲咱社会大众对你这个甲相连啊这件代志啊吼，甲大家回信嘞。啊，如果若是讲我有真正要迄落无意中安尼甲弹落去吼，伊就惊家就叫弹落去。吼，这点是我对恁大观众吼较抱歉。真正作实的，这个造成恁大家困扰，啊嘛造成我良心的不安，吼、哦。事后我想要甲掠来饲，但是都找无这只猫啊。好，好。其实这猫是我杀的。刚快送过来，好个就垂卡袋啊，垂一袋啊，内面阮袋灯灯泡，是袋伊袋啊，快送嘛，迄个总是派两个来访问，来看卡袋啊，我有来看过啊。好、哦，所以后壁迄讲阿猫啊尸体放伫地下，即无即件代志就对啊。好，我嘛互恁机会澄清啊啦吼。哎，希望讲后摆大家吼对恁米店啊有信心的人吼，都倒来甲恁交关啊。但是我感觉吼，即件代志就是讲，咱虐待小动物实在唔对。绝对唔对，这绝对唔对，袂使安尼。但是这个就是咱们从中重伤，这农业。无啦，啊，这就先卖讲着迄啦，咱是先讲这个猫啊这件代志。以我出心，就是讲我是要掠这猫来饲，因为这猫是小黑猫，囝猫无偌大只，超像遐大只。反正我吼，我嘛是介意。我去年吼，我去年嘛是为着迄两只狗吼，迄片啊，甲人绑喺关山迄边一个学校的迄个一个干事啊。嘛是安尼啦，啊，就是大家对这个保护动物哦，拢无一个观念啦。哦，这不是讲罚钱的问题，这是咱的良心的问题。对啦，对。嘿，动物嘛是小生命，哦，咱袂当讲安尼吼，咱做人吼，袂当安尼去欺负这有生命的物件，哎，安尼是唔对的。事后的时候，我一直吹，内底嘛一直吹，吹讲看，走你就做只都吹无啊，我听讲死去会臭。嗯。啊，只要若无死，我要掠来饲。啊，真走去对啊。啊，都唔知啊，都到即马还阁找无，嘛找无死。你看即马，大家安尼经过安尼，拢在看安尼请，安尼是要做生意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所以讲，我有爱心，反倒转来，互咱社会大众安尼甲讲，真正讲我
非常非常的艰苦啦。嗯嗯，好啦好啦，先安尼啦吼，啊我经过你同意，我甲抱起你啦吼，好好谢谢。所以希望讲。